哎，这啥呀？哎，兄弟，快过来啊！来了，我看看啊。哎，我也没见过呀。哎，跑了，快追，别让他跑了，快点！哎，追上了。哎，哎呀，啊，哎，兄弟，你搁这蹦迪呢？蹦啥迪呀？没音乐呀？走了。哎呀，他真来了啊！哎，这感觉对上了。等会儿啊，你问我喊俩妹子去。这回蹦过瘾了。后边蹦一下啊，都蹦一宿了还蹦，让你蹦一下，后边得蹦一下，我蹦你老了个锤，我蹦，哎，前面得让一下，我要起飞了，让一下，哎，不行，没劲了，早上没吃饭呢，我忘了，起飞失败。这小子是不是拉裤兜了？啊，好像有点味儿啊，哎，他啥事都得指着我，呦。乖乖啊，睡觉啊！哎，我这是一把屎一把尿拉着你啊，小兔崽子，我早看你不顺眼了。我去，妈妈，我去，小犊子，你还叫人是吧？行啊，你给我等着啊，我让你叫人。我去，还叫人，叫人也不好使。今儿把小祖宗揍了，不行，我得跑路啊。我小鱼干哪去了？哎呀，带点干粮啊，我记得就搁这里边啊。啊，哪儿去了呢？打完我你就想跑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，看我切脸。我去，这小子跑挺快呀，没影了。这是我们公司发的月饼啊，他知道的是月饼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菜板子呢。嘿，比菜板子还结实。那我没发了，那月饼虽然没你们那个大啊，但是硬度差不多，能当锤子使。那咱俩的差不多呀，大小一样，硬度一样，我估摸着一个厂家的吧。来，你看看钢管咋扁了，月饼啥事没有啊，反正也吃不了，干脆喂狗吧。来，给你吧，给你也过过节。你就吃这玩意儿啊？不是，这玩意儿连狗都不吃啊。啊，那你们那个是下不去嘴呀，我这个刚开始挺软和，后来牙崩了啊。